徐志安四月被曝偷吃港姐黄心颖，事后正宫郑秀文决定原谅老公。最近正积极准备演唱会的她，日前晒出健身照，悄悄与老公同框。而徐志安在神隐72天后，终于现身啦。27日，他被拍到独自开车外出，身穿的还是偷情战服，但看得出明显消瘦许多。遇到记者上前访问，他主动摇下车窗，并表示心情好转许多，全程带着笑容，却还是略显尴尬。被问到是否与黄心颖联络，他摇头直说没有啦，会做好自己，面对自己。而避走美国的小三黄心颖，近来传出苦求男友马国明到洛杉矶陪伴自己。恰巧马国明最近工作告一段落后，将会有一个月的长假，对此他仅低调表示不说了，过了这么久还说，拒绝再多做回应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